经华人班授课。阿弥陀佛，啊，我们今天是1993年10月18日，啊，我们在前天呢，啊，大前天，我们在将整个的课程的基本理念，易经风水学的理念，啊，讲了一个段落，啊，这个是整个法的全部，而且呢，跟各位啊讲解我们法脉的法源，最开始就弘经老祖，接下来是太上道祖，然后鬼谷先师王禅老祖，啊，接下来就轮到我这边。传道各位，这个本来也是一个天机啊，因为时间到啊，所以我就必须要把这个法啊公告出来，而且我们有一个圆满啊，若是圆满呐，应该天地啊来相呼应，所以我们在那一天呢。也刚好就12:09，由宜兰的外海啊地震7级啊，整个全台湾全部啊，就一个很大的地震啊，这也是上天的给我们的证，给我们的印证，给我们的呼应。每次我们在传这个法的时候，啊，都是上天要给我们呼应，啊，所以这一次也是算一个很大的呼应哎，啊，我们除了在这里，啊，恭喜各位，好，啊，我们这一生有这个缘续这个缘，啊，恭喜各位，我们这个法，啊，老祖鬼谷先师所传的法。啊，十方法界都已经相应到我们这个法。啊，那天在讲到法脉的时候，啊，我也心里一直想，法脉既然讲了，天地应该来呼应，没有想到那么大的呼应。好，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呢，我们把这个很多的妙法学好了以后呢。回去可以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普利人天啊，那下午呢啊，我们的有圆成法师教传各位啊增三普益啊，这个比较啊初阶的啊，那可能在各这我们到大陆几天呢，我会安排好，两天的选日择日学很重要，然后增三普益我们会请圆成法师的啊教主任跟各位最基础的啊，大家学了这个很熟练的时候，好，接下去我再跟各位啊讲解比较深一层的啊这个妙法。好，那大家呢不要怕，很简单啊，很简单啊，能够贯通的话
哎呀，本来就没有什么，就没有什么事，本来就没有什么深奥，就是很浅很浅，啊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妙法呢，啊，能够啊传到各地。在昨天，我们在前几天时间轰动啊整个台湾。大大小小的一位立法委员，啊，立法委员呢，啊，那一段的，啊，这个属于桃花之列的啦，啊，到大安寺去了，到大安寺去了，啊，他就，那老师啊，啊，我们所了解的，我常常在国外跑，啊，那。替国家做很多的外交，啊，他一直感到21世纪是易经的世纪，啊，那么从易经的世纪要从哪里去能够传出去呢？昨天到大安寺去了，啊，这个他就很大的感慨，啊，而且非常的高兴说，啊，易经，啊，这个法门，啊，是在老祖。这一生就倒驾慈航，啊，要来弘法弘扬，啊，那我们很早以前，在20几年前，老祖也就开示了，21世纪是中华文化易经弘扬遍布全世界的世纪，啊，和昨天这个立法委员姓郑，郑先生的立法委员呢，啊，他。一直在寻寻觅觅，还来寻找易经怎么样能弘扬到整个地球上，啊，普利整个人天呢？啊，昨天因为我们两班嘛，两班合起来500多位同修啊，啊，在大安寺上课，啊，所以他，啊，也发了一个愿，啊，这一任若是继续。能够连任的话，一定要好好来护持我们易经的法门到世界上各地上去。好，我如果没有选上呢，啊，就要开始来学易经。啊，选上了没有时间学就要护持，啊，没有选上了就是要来读易经。那你以各位来看是哪一个比较好？啊？学习比较好，哦，我开路给他走啊。好，你选上了，连任了啊，你就啊要护持啊，但护持也是一个短时间嘛。啊，你要护持，你要来学好的话，你啊，以后路更加的长远。啊，所以我们的这个法门呢，啊。充满的我们对他的希望，也充满了对各位的希望。好，啊，我们现在继续来跟各位讲解阳宅设计。好，阳宅设计的，啊，在昨天，啊，我们有一位师兄在台北阳明山一块地很大，700-800平，啊，要盖房子，要盖房子呢。盖别墅，啊，结果他这个地啊是斜坡地，好，他下来呢，要这已经切下来了，切下来呢，好，他盖了呢，好，这要盖这个形状，啊，盖这个形状呢，它是面向的，它这个的整个斜坡，啊，路在前面，它是面向的那边，
啊，他面向的那这边呢，就是起平。啊，平常我们建房子，你要有后山，要靠山，后有靠，前有朝，后靠坐靠山要靠山。结果他是面向那边去，面向那一边呢，结果歪一边。我说你这样子住下去，一定盖下去，一定很不平安。啊，后来这位先生呢，他说我设计快一年了，都设计不好，改了一直改，一直改，而且因为你违背了风水法则，你的祖先有德，祖先呢很灵，所以让你设计也设计不好。你要后面靠着山，向着淡水河，哇，那就不得了。啊，我说你为什么设计这样？他建筑师，好，他这样看这 view 很漂亮。我说，哎呦 ，view 没有用啊，风水要紧啊。啊，所以当然你的祖先们辛辛苦苦赚了钱，你又搞砸了，那也不是很不好吗？啊，那建筑师的设计的形状奇形怪状，哎呀，这个很麻烦。好，还有以前我们在苗栗，啊，有一家人家的哈，有谁？一块地是这样，啊，结果呢，啊，那设计师把这里是一条路，这是田，啊，他设计的形啊，缺脑，缺脑都行。这边是河，好，我问这位主人家，你为什么设计这样？他建筑是这样的哈，设计的这边可以做景观，可以做景观，可以做成漂亮景观。啊，这边窗也可以看，那边也可以看，周围都可以看。我说你设计这样下去的话，好，我们后脑部绝对不能缺，后脑缺的话，无脑缺脑，缺少智慧会中风。啊，图拿给我看了，我告诉他，你这样做的话，啊，住了主人家一定会中风。刚好他爸爸是95岁。95岁，他对风水学非常有研究，好，就跟儿子呢吵架。儿子说要尊重建筑师，好，那么他老爸说：“我老头子，你不尊重我，你尊重这些年轻，这些乱整。”那一段时间，他爸爸开始高血压，降不下来。等到我去看哦，这个地呢，我说你错了。好，你要改，你改了以后呢，你会非常的好。好，那个呢，他的爸爸老爸94岁，他的力量有多大呢？那个锄头那么长，
那么长，一个手拉起来，你有发到无？低头，低头，安尼压起来，拿起来也好难。自从看到那一张图以后咧，手机无力，你看，开始马上就感应，因为呢，我们任何一件设计图都在我们脑神经意识里面、视田里面都会有关系。开心无力。哦，儿子很孝顺啊，当我到他家里去看的时候，嗨呀，你这一个好弟弟呀、啊，应该，以前有名人，哦，名师来告诉各位，哦，那这他爸爸说有啊，以前有很大有名师来，好、哦，就是我们这里一个宝地，啊、哦，但是不知道在哪里。我告诉他说，你现在这里有前面一个这个两个风。要过来，谁是玉带谁？玉带谁？我说你可以设计你这个四平八稳，好，这么你围起来，好，围起来。好、哦，就围起来，啊，那个你路呢？你可以从自己的田这里，好、哦，水从这边来，门从这边进来，门，大门收逆水，而且从这边进来，那不是好多盆吗？可以向着这个岸，向着这个岸，啊，如果近岸，我们近岸的话。不要向高山，近岸要向那个低的地方，近岸要向凹下去的，近岸不能向高山。好，他就从门这边来改过来。好，盖好了，我去看，啊，他们请客了，我去的，哇，老头子，老叔，我看给你看，地头不压开，你看。94岁盖好是95岁，今天是97了，好、啊，今天是97了，那个力量。他住进去，老头子嘞，哇，那个早上还是去种田，还是去工作，啊，能吃能做，要做死不要病死。这个老头子他也本着我，哎，我的理念，好。所以我们建筑师设计一定要很小心。啊，我们另外有一位台中市的老建筑师，他每次设计的时候都是按照古法设计，结果他的生意就比较差。而、啊、老年轻人呢，多变化，给他设计的啊案件就多。有一次呢，我们一起吃饭，和老建筑师和这个。年轻建筑师设计的设计师一起吃饭呢，老建筑师我赞叹他，老建筑师你的设计按照古法大家做的比较是比较好，而、啊、年轻人呢设计呢虽然很新花样，但是站在风水学就不合理。好、啊，那建筑师说没有用啊，我老建筑师没有用，我这样人家现在人都喜欢新潮啊，那我就比较古板啦、啊，但是叫我要用新潮，我做不下去，这个非常非常不好。所以几位年轻建筑师听到老建筑师讲了，他就跟我讲：“老师啊，不，我们该怎么设计才好？”我说：“取老与年轻的中间最好，啊，取老与年轻中间最好，你设计。俺、啊、老了，你要拉到和年轻的中间。”年轻人拉到老的中间，好、啊，按照风水学，不然有一天你们设计啊，你们一大片卖不出去，所以台中市现在很多房子留下来，法拍屋啦，或是一些好、啊、房子不如法啦，人家买不敢买了啦，现在很多很多，啊，这也是建筑师的责任，好、啊、啦。我们的房子的设计最基本的原则，啊，第一个呢，我们当然是讲环境，
好，再来嘞。好，我们是这个屋形，屋形就屋像，好，屋的像，啊，屋像就是也就要有人像。昨天我们在大安寺上课，好，我们一位师兄去帮人看了啊一块地，结果那个是我是五年前，好，五年前去帮他改的。这个公司土地是这样，工厂土地是这样，三明治型的。好，你就看卖来去讲，你看怎么盖？哦，原来的他的门这里有人家有一栋房子，好，他的房子是这样。箱子转出去，好，原来门在这边，门在这边，门这边就白虎回头，这是工厂，头大为小，木把做啊都拖拖拖，做啊了那个真的很不好哎，啊，有一天呢，他就看到台式了，就跑来找我。好，安排了他半年时间才去，半年时间去的时候已经开始要倒闭，啊，现在要我去看的，啊，还有三四千户，一年看不到几户，啊，遇到看到打电话要去给他了，我们倒了，很遗憾，好，那怎么办？这个是很不好的屋像哎。头大为小就笨到才守不住，那我说告诉你这个门轰掉，你门开到这边来，好，开这边改过来，那么是一个袋子型，改过来原来在这边大，头大为小守不住，那么我们把这个轰掉，那留个小门而已，啊，那你就从这边进去，啊，从这边进去的是布袋型，啊，昨天啊，我们师兄啊法师啊也去跟他看了，呀，然后土拿回来了。目的要增加机器，啊，才告诉他啊，几年前师傅来过来看了以后呢，我这个公司才有转机，啊，从转亏为盈，现在又买了两部大机器，一部机器将近1000多万，想要怎么摆？那么各位，这个怎么摆？你如果碰到布袋型的，你门口这边绝对不能晃，绝对不能晃啊！你人口门口一晃嘞，你塞口就塞住了。你机器尽量排到后面去，原来机器都在这边嘛。好，你尽量排到后面去，新的机器排到这里来。那布袋里面才前面珍珠塞口，然后绝对不要把它塞住了。以后有这个型，反正要帮人改房子，啊，看到很不如华，啊，不对，头大为小，有机会就跟他改到，啊，头小尾大，啊，那这就赚钱了啦。所以一个最不好的地形，也可以创造出最好的风水学。改这种例子，我改很多。也有一位我们的信徒师兄，他也是一样的情形，啊，这边他有一条水，啊，前面也是田，稻田，他就开一条路过来，好，他工厂盖这样来。
啊，门它就开在这边，对，门开这边，对。好，他从这里收这个水，修这一条，好，办公室的他就留在这边办公室。好，这一定会完蛋。盖下去没有一年呢，工厂烧掉，烧了又盖，还是就地盖起来。啊，盖起来哦，生意做了做不好，好、啊、这个又换给别人，换给别人呢，人家又做了又倒。有一天碰到一位信徒，告诉他，所以呢，我就机会去跟他改呢。我说你这样头大为小，好像倒出去，绝对不可以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以这个形态，那你就只有改这里，就不要了。那变成这，有没有？头小尾大，你像这样来，就是头大尾小。你像这样来，你收这边气就好，水气不收。啊，你不要想要哇，一下子要多少钱啊？你要小小的，好、啊，慢慢来。你改这样来，现在做得很好啊。改这个法门的方式，只有我们的法门有在传。麒麟地再怎么改，能够给它布袋型的，即使方向不望向，也是照常有它的功德，啊，有它的功德存在，啊、哦，它的功能，好，你改过来那就好了。反之，那个形状，好，我们一调整，好，再来呢，我们要讲到大门。大门篇，大门一呢是口，人的口，啊，第二呢，这是天线，啊，第三呢生气，口，房子的大门是属于我们的口，口有毛病，你绝对身体上就有问题。而你口如果塞住了，这栋房子气就不通。那么你的口如果斜了、歪了，那么我们哈说是住在这里也是会有毛病。所以大门有千金，门有千金，门千金，口就是门千金，口是我们生命的哈最初阶。啊，早上一位啊信徒一大早七点就来了，来这边等，啊，因为他这里说生利了，开刀开4次，最近来呢开始吃饭吃不下，好、啊、吃不下，好、啊、开始呢还、哎、口干舌燥吃不下，好、啊、那是什么？我们所讲的利了，就比啊喉癌。所以一个人呢，喉咙有问题，百病就来，一定的。啊，住家也一样，工厂也一样，公家机关也一样。所以我们的阳宅的设计呢，很多建筑书本，我说是你们要好好研究建筑学和风水学合二为一，不然也是创造人间幸福的人，也是创造人间苦恼的人，哈的人。所以我们这一节开始呢，我们来讲啊这个阳宅风水学各种基本的啊设计原则。阿弥陀佛。